好，来看到世丰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响应华山的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5月25号上午呢是来到卓溪乡的山里文化健康站，来捐助了57份的孤老端午防疫的关怀礼，借此来号召各界送爱偏乡助孤老。端午节就快到了，世丰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李总经理率旗下的黎村基处长与华山基金会在5月25号上午深入立山访视阿公等多位长辈，并且致赠关怀礼。我们世丰来这边呢，除了盖电厂之外呢，我们还要融入这个社区，我们要做部落的好邻居哈。所以呢，我们一向对于这个部落的公益活动啊，我们一向是不落人后啊。所以这一次呢也是一样，配合我们华山基金会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关怀这个社区的独居老人。世丰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响应华山的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活动，5月25号上午来到了山里的文化健康站，捐助了57份的孤老端午防疫关怀礼，借此来号召各界送爱偏乡助孤老。世丰电力他们捐助我们那个防疫关怀礼的部分，那物资内容里面有就是口罩，还有面条，还有防疫的那个抗菌的那个洗手罩，那还有那个就是麦片，还有平常食用的一些营养物资。华山基金会本着关怀失能、失依、失智长辈的心，发起2022年常年服务暨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活动，希望用爱串联社会大众的力量，在端午佳节一同伸手双手帮助30长辈。记者高双双，卓溪乡采访报道。